轮到指导员登场了。初心者，现在拿起你的短剑。哎，这些玻璃还真是纠缠不休。别再做，给他们狠狠一击重击。到底为什么要欺负我的学生？哼，你们这群小偷，快把天使玻璃大人的光环换来。你们知道我的原因难道是为了嫉妒吗？果然是被你偷走了，太过分了，小偷小偷。你们才过分呢，我天然解释还乱讲，不像光环吗？还给你。小偷，你竟然，天使玻璃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聚在你身上，让你领略到每种冒险职业的奥秘。